这么近那么美，周末到河北。今天咱们说塞罕坝，余秋雨先生早期的散文《一个王朝的背影》，对承德的认识应该说是深刻的。避暑山庄与外围寺庙相环绕，为的是与各少数民族的联谊更方便更直接，此为一境。木兰秋险不只是围猎，更是军事演习，这是一动。一静一动有着深远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。木兰啥意思呢？满语猎鹿捕鹿的意思。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曾经鼓角争鸣的围场，在新中国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，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，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塞罕坝林场。而塞罕坝精神更是释放出蓬勃的中国力量。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，塞罕是蒙语意为美丽，坝是汉语意为高岭，塞罕坝美丽的高岭。这么近那么美，周末到河北，欢迎大家打卡塞罕坝，感受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。